和致癌没有特别的经验。真的好难，好难吃。答对，我是红帮，欢迎收看澳洲帮帮忙。没错，今天就是大家如同所见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澳洲必吃冰淇淋月亮冰。我们有八种口味，那我们等一下来一一来介绍分享吧。那我们 Let's go。OK， 那我们就准备来开始试吃大会。首先，我为什么会买这么多冰来跟大家分享？月亮冰呢，就是在澳洲必买的冰淇淋。它呢，在 Coles、Woolworths、IGA、Aldi， 只要是超市几乎都有卖。但是，我觉得它很贵，它一桶要12澳币。等半价的时候，就是他们都会轮流半价，有时候 Coles， 有时候 Woolworths、IGA 也有过半价。半价的时候，一桶才6澳币，给他去付钱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就是我6的时候买的，那我们就开始试吃。首先，因为我来澳洲就是去采草，那我们就先从草莓冰开始吧。看看味道，分享一下。记得啊，草莓的冰糖。我呢就直接拿汤匙起来挖，我的最爱的草莓，直接大口一吃。好吃，它很像哈根达斯的一个草莓，超好吃。再多吃一口，真的好吃。推啊，草莓，这是第一个。OK， 草莓吃完了，来第二个，它叫什么？榛果焦糖。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榛果焦糖的 logo 长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也没吃过它，里面长这样。来试一个，好紧张哦。怎么吃不太出来什么味道？就是冰，然后榛果味很重，没有太大的焦糖味，不难吃啊，但是没有特别惊艳。记得，这是榛果焦糖，榛果味很重，焦糖没什么味，就这样。来，第三个叫做，这个英文名来，蜂蜜焦糖夏威夷果。这一款呢，就是我的女朋友心心念念，只要来澳洲，只要半价的时候，她就会冲去买的冰，她说超好吃，到底是多好吃？你看。真的，你看，是这样的，要不是说我要跟他拍片，他把我吃完。来，到底多好吃？就是夏威夷果很多，蜂蜜味很重，我觉得很特别的味道。不难吃，但我觉得没有到特别好吃，就是见仁见智啦。但是它是可以吞得下去的，因为喜欢的可能会很喜欢，不喜欢的也没有到不喜欢，就是可以尝鲜，很特别的，台湾没有吃过这种味道。给他一个，可以赞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来到第四个，它叫什么？奶油姜饼，跟大家给他看一下图案，长这样。这个呢，因为架上那时候剩8种口味，我们就随便拿，我们就拿了8个。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，我也没吃过它，但是看看还留这么多，肯定很好吃。我们来试试看吧，先不要太大口，闻起来没有特别的经验。好难吃，喂，
那个不要，那个味道是，哎、欸，那个什么味道啊？好恶哦、喔，姜饼的那个姜味，姜饼人的那个姜饼味，这个拜托好不好？不要买，超恶哎、欸！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试看看，超恶烂。拜托，等一下，每一只月亮。我拍完片，我会把它丢掉。难怪没人要吃，要吸我。喝个水来压惊。OK， 来到了第五个，刚刚喝了很多水，太难吃。第五个叫做做最基本的东西，叫做薄荷饼干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试看一下。这个呢，闻起来很凉。那个颜色呢，就跟市面上一样的，就是用薄荷色。薄荷饼干，这个感觉又加一点巧克力。就是薄荷，然后好像一种 Oreo 的碎碎的饼干，但是我本身本来都没有到很喜欢吃薄荷，但是喜欢吃薄荷的话可能会喜欢。它那个味道好凉哦。对，真的很凉，你很像你刷完牙，在吃什么一口酥？那是薄荷，就是正常的冰淇淋，薄荷冰淇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东西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到我们的第六位，它叫做奶油 cookie， 奶油饼干，好不好？那看起来好像巧克力，它就是巧克力啊，为什么叫奶油饼干？可能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在里面。不行，它薄荷味还在，我多吃几口。不错吃，它就是有点巧克力奶油，因为它的饼干底应该是我在想是 Oreo， 然后它奶油味蛮重的，这个还不错，但是没有到特别好吃啊，就是不会想要再去买第二桶来嗑了，但是就是还行啊。不会到跟那个哦很可怕的那个东西一样，对，还可以，没错，来到第七位参赛者，基本款的香草，香草相信一定不踩雷。那这时候香草市面上就是很多香草，这个时候怎么脱颖而出呢？那我们就来尝看看它到底厉不厉害，来了哦。它的香草跟市面上比起来，它没有像市面上这么甜这么的，因为市面上很多那种太甜，这个浓度适中，然后很香，它就不会让你觉得甜，然后又太腻，它会让你很顺的会想一直吃，适中的香草，赞，可以，香草，月亮边的香草可以吃，不腻。香甜赞 ，OK， 来到我们最后一位小朋友，基本款 ，chocolate， 比利时巧克力，这个拿起来，你看这么浅，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吧？很明显，它就是巧克力，肯定很厉害，真的是有比利时味道的巧克力。比利时是什么味道？就是有一个比味，你知道吗？它可以耶，我觉得月亮冰它有一个共通的特点，它不会让我们吃到觉得非常的腻，然后吃起来就又有那个味道，又很香很甜很浓郁，然后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腻，会像一口一口一口接的，难怪有人都会自己喜欢的味道就是一天买一桶这样吃吃吃，巧克力可以。一个赞 ，good。
那你今天试吃完，在你心中排名前三名的是哪三种口味呢？前三名，第三名是哪一个？第三名，噔噔噔吧，我觉得是比利时巧克力，因为它就是好吃，但是没有到可能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，没有特别爱喜欢，没有特别喜欢吃巧克力，所以我觉得它第三名。第二名是第二名，好，就是香草，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香草。如果大家都知道我的话，你知道在台湾是很喜欢喝香草桉树的朋友，香草桉树就是一个赞，因为香草我很喜欢喝那个麦当劳的奶昔，都点香草口味。这个香草真的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甜，然后又很浓醇香，我觉得它在我心目中是第二名。好，那今天荣登 Top One 的是哪一个呢？ Top One 哦，我来看看，就是你们心里面香草，就是草莓。我真的觉得它很香，因为每次只要有半价，我都会买两三桶起来囤。它真的超香、超甜、超好吃，拜托一定要去买草莓，超好吃，舒服。那你今天吃到最雷、最不推荐的，请问是哪一种口味呢？如果前面有看，大家看我的那个表情。就是它，好不好？姜的饼干的口味，真的是，你看这么多，难怪没人要吃，真的超恶，拜托，你们可以去尝鲜，但是不要说我没有跟你们讲，超难吃。OK， 没错，今天影片分享结束了，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澳洲月亮冰的，也不是全部口味，就是我买的八种口味，因为那时候只剩买架上的。对，记得月亮冰半价，喜欢的口味给它买起来。那如果今天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喜欢我的分享的话，请在下面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澳洲帮帮忙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